Captain on bridge.要听我在世界炮的见闻。作为助手，我很有经验。干嘛啦？要听我在世界炮的见闻。啊？怎么了？我在听。 可惜在这里没法给你刻印呢。嗯，我在啊。我以为你是个很稳重的人，没想到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你根本不明白星空的意义，空边起深邃，神而遥远。但当我们真的看到星星的真相，才会明白，那是永久悬挂着、不可逃离的诅咒。 地上的碎片里还残余着能量，或许可以为我们所用。想办法捡起来吧。星星在发亮，必须剿灭。格莱修，他状态不对劲，小心。没关系，保持进攻的节奏。 我们会战胜他，陆可，他的铠甲已经支撑不住了，我们一起给他最后一击。要使用那一招吗？明白。 君生に代わってお仕置きするよ。リウェン、你输了。现在你需要付出代价。 不要摆出一副那么惊讶的表情，就这么让你死去，太便宜你了。你必须为你的所作所为承担起责任，去弥补那些被你伤害过的人，和大家一起找到彻底摆脱入侵者的方法。 星光怎么能照亮黑夜？那些入侵者根本不可战胜。当你仰望星空的时候，只能看到无穷无尽的黑夜吗？ 是因为你看不到那些闪烁的星星吗？所以你的颜色才是黑漆漆的，充满了恐惧、绝望。大部分行星并不会发光，所谓闪烁的星辉，不过是星星被吞噬前发出的一声呜咽，是遥远恒星投来的一缕余温。 也许你觉得自己也是群星之一，能够发光发热，带来光明。你能保？
保证自己一定会成为那颗照亮黑夜的恒星，而不是一颗坠落地面带来毁灭的彗星吗？我的家乡曾面临远比你们这里可怕的灾难，无形的崩坏毫无预兆地摧毁了我们的家园，我的伙伴们拼尽全力也没能阻止中烟的降临。所以我开始了星际航行，为了寻找能够生活的新家园。航行之前，我想象过很多种星星上的景色，但当我站在那些星球上时才发现，星星就是星星，它们虽然美丽，却并不特殊。有的星星是一片荒芜，有的星星是一片没有尽头的海洋。有的星星也曾和这里一样，拥有过灿烂的文明，当我抵达时，却只剩下了岩石与沙漠。所以当我经过陆可的星球时，才忍不住留下来帮助他们。这里有属于你们的珍贵文明，如果就这么消失，也未免太可惜了。当你看到黑夜会感到恐惧，只是因为你不了解它。对未知的恐惧阻止你去了解它。只要走错一步，也许就会踏入万劫不复的深渊。星空中确实有很多的危险，但也有很多的希望呀。如果不去接触它，又怎么能找到新的道路呢？比如暂时离开这里，去寻找新的栖身之所如何？格雷修，你的意思是让我们按照之前说过的那样，造一艘巨大的船，逃到一个入侵者找不到的地方去吗？可是我们现在并没有船呀。达克星不正是你们需要的船吗？对哦，达克星已经被改造成了一颗能够自由行动的星球，而且这里足够大，能够容纳很多人。但那样依旧有可能被星际间的其他人发现，说不定还会遇到更可怕的狩猎者。什么都不做的话，是不会有奇迹发生的。可是，我还是觉得这个计划太冒险了。有希望，总比被困在这里好。现在的我们，确实还没有根除入侵者的能力，但只要大家都还在，迟早能找到新的解决办法。而且一旦入侵者发现了我们的星球不再具备掠夺价值，也会把我们从目标名单中划掉，等那个时候我们的星球也就彻底安全了。
这副用来囚禁你的铠甲也已经被破坏了吧？你现在已经暂时不会被那些真正的入侵者监视了。也许黑夜真的难以照亮，但只要仍有星光闪烁，希望的火种就依旧存在。对星空的向往正是文明延续的动力，所以为什么不再反抗一次呢？这一次你也不再是孤身一人。不过你首先需要向所有人道歉，我会好好看着你的。我明白了，我会尽力去弥补我的过错。一切都已经解决了。帕梅女士，你们什么时候来的？我们一直被挡在了门外，等你们击败了敌文才得以进入。我们也带来了好消息，外面的达克星军队已经向我们投降，我们胜利了。太好了，不过现在还需要大家一起做出抉择。你们的坐标已经被暴露，如果不做出改变，迟早会有新的入侵者到来。你们可以将达克星改造成足以容纳所有人的巨型飞船，去星际间流浪，躲避入侵者的追捕。但那样的话，也就代表着大家都要和过去的生活道别，踏上一条未知的旅途，直到找到安全的居所。如果是我的话，肯定会一口答应下来，但现在我不能替大家做出决定，我们的未来要一起选择。之后我们将胜利的好消息告诉大家时，也应该把这个方案与大家商讨。他有你，迪文，就像格雷修说的，你需要为自己的错误担起责任，你必须和我们一起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法。我会将我掠夺的所有资源还给你们，包括我掌握的技术也将为你们提供。而这些资源也将成为我们起航的动力。啊，这里被弄得好乱，地上全是碎片，不用打扫一下吗？先回去吧，帕梅女士，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多着呢。
Thank you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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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还记得和希尔的相遇是在冬天，希尔就在那里，布罗尼亚知道的。布罗尼亚姐姐，布罗尼亚还在工作，希尔，可是希尔想一直和姐姐待在一起。